是粗米粉还是粗？啊，炸鱼肉米粉呢？汤。啊，也是有炒米粉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一碗。粗米粉的哈。八度，炒粿条，给我一份咯。是一个。是的一个。要鸡蛋鸭蛋。鸭蛋炒粿条，再加一个荷包蛋。加一个荷包蛋。啊。可以。好，谢谢。你这里提供开始卖了。10点，好像也有过，早上是鸭腿东西啊，对对对，鸭腿东西卖到10点，这里10点哦，刚卖不久了，对，这个和那个蓝坦拿的一样的，蓝坦拿对蓝坦拿是我们，哦你妈的，先这个是猪油来的啊，猪油来的，它颜色像白白的啊，每天新鲜的。OK， 哦，水果，好软果啊，桂林，欢迎，谢谢。这是鸭蛋炒粿条。我再加一个荷包蛋，11块。鱼肉米粉，炸鱼肉米粉，粗米粉，9块。加一点蛋，哇，还有大虾，大虾很大只，蛋大虾，大虾很大只虾。两只大虾。
炒起来，炒炒就很好吃。鲜甜吗？嗯，它煮到乳白色这样，高汤的。